乡亲来了，要让我们有机会发言嘛。对，假如不让我们机会发言，我下次根本不来了，就你们自己自己搞吧。有一节哈、啊，常常为了那边打架。没有，就车子掉到田里面，所以要拓宽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茄公路他们那个就是讲铁轨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走到后面方非常的小，路非常的挤，一部车通过而已。那也希望县长来解决我们地方的问题，征收道路，让他两部车可以同时会车可以过。常常发生车祸会车的时候，这样子车祸。最后一段很小，相当的小。最近我们的很多的高楼大厦都盖好了，都往这条路出入。那有一个地方特别的窄，对这所有的市民来讲非常的不方便。最主要是那个人行孔盖啊，那把它铺平，还有我们长久以来坑坑洞洞，利用这一次的县长下乡，把所有巴德的道路让它整个的平顺通。